又见面了，可以为我唱一首歌吗？红星娱乐的影帝吗？红星娱乐的影帝来了，麻烦请看向右边。麻烦两位站在一起拍一张好吗？你自己陪这群记者吧，我先走了。看这边好吗？我们多拍几张个人照。怎么了？对选拔有兴趣？成为歌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没决心别轻易尝试。我劝你还是专心在眼前的事吧。我们请嘉宾姚浩为获奖者颁奖。恭喜你获得最佳新演员奖。恭喜。你。让我们有请获奖者发表感言。得奖者可以致辞了。啊，原来你等到睡着了。当然是一举夺下女主角的位置，恭喜你。这份是正式接演的合约书，你在这先签名吧。
你可要好好加油哦。你看这次的阵容，这次的剧组非常强大，导演主题曲还重金聘请陆燕青打造。这应该的，我们也差不多该去下个片场了，我先去开车，你准备好就直接下来吧。相信我，演戏才是你的天赋，先把戏演好，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唱歌。哦，戏是演得不错了，也很努力，但也就仅止于此这样吧。哎，不觉得他的演技这几年来都没有什么进步吗？我都有点看腻了。
玩笑说过的话真的实现了。艾丽，临时演员的化妆间在那边，我们要准备去定妆咯。我马上去。看你站在那儿发呆，是还没睡醒吗？要抓紧时间定妆喽。没事没事，虽然丽轩还在国外拍戏，过几天才会回来，但我很期待你们两人的表现，加油。怎么会突然昏倒呢？有撞到头吗？你身体有没有比较好啦？
然是我啊，你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？怎么剪头发啊？我头发一直都是这个长度啊。你是不是过度操劳睡昏头了？你看看你，这阵子睡太少了吧？幸好医生说你只是血糖太低，打完点滴就可以出院了。下次不要再这么过度练习了。嗯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们又还没有戏可以拍，你要赶快。浮生梦，那是什么啊？你不会是还在做梦吧？2018年啊，你还怎么从刚刚就？上表演课，你自己在家真的可以吗？那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冰箱里还有菜，你饿的话就先热来吃，晚上我会带吃的回来。